好了，呼唤他了，手上有光，怎么回事？实业哥哥，振作点，是我是蔷薇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你只有闪他耳光了，不然怎么办？以前在漫画里看过，这个时候要。实业哥哥，对不起了，太小力了。实业哥哥，好像行不通，对不起。哎呦喂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实业哥哥，对不起。原来你还是有精神的，等一下。OK，那我们先呼唤他，然后好想办法帮你。找东西帮他。为什么人多了？就是这个毛球。就算问这个黑色毛球，他应该也不知道。像一个女人，我的大哥哥朋友很没有精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样啊，啪的，用力甩他一巴掌如何呢？这样就能让他打起精神哦。好，怎么馊主意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温柔的呼唤他如何呢？没有男人不喜欢被女孩子温柔的对待的。好，这女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有想跟你讲话，你自己就讲起来。这黑色毛球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看起来很伤心，要用水泼他一脸水。看看能不能让他清醒。好，你又是在漫画里看到这样的剧情，可以。哦，水，给我点水。有没有水呢？好，用酒来泼也是可以的。有比没有好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水酒，请给我一瓶。好的，谢谢惠顾。那么必须收取现金。你有钱啊？你不是还有80块？不是钱，也没有关系哦，可以用小姑娘身上有的东西来交换。这该不会又要开车了吧？哦，没有，那么就用小姑娘的帽子来交换吧。这顶帽子和衣服是。奶奶替我做的，如何呢？要交换吗？我好多选项，天呐！这个选项真的很难选哎。稍微考虑一下，让我考虑一下。好，考虑一下就可以存档了。我们压在15，我们来说绝对不要发生什么事。交换啊，那种脏水要用奶奶的帽子来换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样啊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作者不是作者，这个逻辑为什么？换吧。虽然是我很珍惜的帽子，我更担心哥哥的状况。奶奶，对不起了。请和我交换吧。好的，那么请选择你喜欢的种类。选不浑浊的，就这个吧。好的，谢谢惠顾。那么拿帽子来交换吧。可以逃跑吗？可以跑吗？真是顶好帽子。如果下次还想买酒的话，就拿衣服来交换吧。好，谢谢。
哎，还来哦你，结果戴在头上怎样？哇，你的帽子被抢走了。啊，这也是为了我的哥哥，没有办法的事啊。谢哥哥，还是没有反应，没办法了，对不起了。哦，哦，好有用！什么？蔷薇，怎么了？太好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右上角那个没有变呢。原来呀，因为担心我，所以跑过来了。我看到你绑在床上，吓死我了，而且电车上。竟然还有这种地方，简直像医院。别看我现在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好像很健康的样子，我以前可是体弱多病的，住院住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因为这样，课业也学得比别人慢。一学年的课程，我花了2年来学，老实说四分之一的课程，我一学年是 OK，这样了。小六的时候。我开过刀，那真的很恐怖。这台电车里的模样，大概是由我内心的恐惧所实体化的东西。当然，实际上我开刀的时候没有被绑住，医师跟护士都很温柔。但是这里好像是那种有点难解释，就是会把那种内心的弱点挖掘出来的地方。医院真的很恐怖呢，有点讨厌。但是。哥哥现在变健康了吧？所以没事了。医生加护士治好了哥哥，不是吗？所以医生、护士、医院都不可怕，没事的。而且现在有我在，如果害怕的话，我可以这样握着你的手。没错。明明好不容易治好病，却还是感到恐惧，我真像个小孩呢。我现在身体健康，虽然和朋友就读不同学年，但我也不那么在意了。在医院遇到很多人，也交了朋友，一想到他们，就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了。蔷薇，谢谢你，我已经没事了，抱歉让你担心了。太好了，哥哥恢复精神了，那我们回去吧，这次就好好的待在位置上吧。啊。对了，你的帽子呢？这个在电车里走一走就弄丢了，弄丢了，没关系，总之先回去吧。可不可以叫哥哥帮我把它抢回来啊？是不是可以抢回来啊？温 柔的哥哥跟可爱的妹妹。有人说我眼神很凶，我也觉得，有年龄差的情侣也会这样想。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也不用那么死命的否认吧，这可是会出大事的。对啊，会出大事的，你也知道会出大事。那你们结局的时候不要给我乱来哦。你也知道会出大事，我先叫哥哥把我帽子抢回来。那不是你的帽子吗？该不会被那个人抢走了？不是啦，那个是和他跟我交换的。交换？难道说是刚刚的水？因为我没有可以给他的东西。这样啊，我了解了。我也有话要跟那个人说，我们去找他吧。还是换一下。不好意思，
刚才这孩子好像在这里用帽子和你换了水，不是水，是酒啦。酒，是这样啊。我能拿这个来换刚才那孩子来换酒的帽子吗？这不是手表吗？您要开电视吧？商人对时间不敏锐的话，是无法赢过客人跟商业伙伴的信赖哦。这样一想，在做生意时，比起帽子，还是手表比较有用吧？哎，挺有道理的，这个好像比较好。很好，那交换吧。西耶哥哥，这样不行啊。没关系的。好，我们得到帽子。好好哦，蔷薇，这给你。不行啊，实业哥哥的手表。没关系，这不是有什么重要回忆的东西。但是那不是。你的帽子跟衣服是奶奶替你做的，不是吗？我的手表可以再买，但奶奶给你的东西，一旦在这里弄丢，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找不回来。没错，所以这样没关系。好，又增加好感度了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你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拿去换，救了我一命，不是吗？谢谢你，蔷薇。哇塞，好感度一直提升呢，这样没问题吗？哎，等一下再做。为什么叫我等一下再做？这边还有什么按键吗？三个同时吵，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。赶 快去洗澡比较好。我只能弄到这种像你这样的东西哦，就是那个酒。不会是人类吧？好，确认一下。没有事情了吗？哎，还是坐下来。那就这样喽。为什么会提醒我等一下再做？抵达目的地之前呢，先乖乖的坐在这边吧。发生好多事，好累哦。蔷薇，你可以稍微睡一下哦。这次我会保持清醒，帮你注意周围的。那我就睡一下了。会不会又跑走？他刚就是这样跑走，才发生一些事情。这是奶奶替我做的苹果派，很好吃。苹果派跟这个我都很喜欢。谢谢你喜欢，蔷薇。好，他把苹果派的做法写下来了。这当然可以拿来放进苹果派里，不过像今天这样当成面包屑，或者配着冰淇淋或松饼吃也很美味呢。哦，这是奶奶要教他，就是这个苹果派的做法，然后跟他说你以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做。不和朋友一起做点心也没有关系，和奶奶在一起比较开心。奶奶，一定要和我一直在一起哦。奶奶跟他说，应该说这是不可能的吧？蔷薇，蔷薇，快起来！到了。蔷薇，我说快起来。苹果派呢？清醒点，没有苹果派了，已经到站了，快点下车。好丢脸哦，那些孩子呢？
那个车门开的时候，他们就冲出去了。虚空大人所在地就让孩子知道。好，追那孩子。多存一点，快没有存档点了。应该已经到最后了吧？你看那边，哦，小孩子，好，走吧。不过这旁边都没有可以探索的东西吗？这里该不会我们玩到真正结局的时候是可以进去的？这也太美了吧！这个，孩子们在那边。哦，有个不一样的人，是大哥哥跟大姐姐。对，他是虚空大人。这么说，那个人是……哦，看起来蛮正常的，我以为是很恐怖诶。访客又增加了，竟然闯入了这个禁地。您就是虚空大人吗？如你所想，老夫便是这虚幻小镇的主人。头上长着角，你不是人类吗？老夫不说，你们也心知肚明吧？这只是近似人类的样貌罢了。虽然居住在这种地方，但老夫可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神明啊！因为老夫的名字很长，为了表示亲近。直接称呼我虚空大人就可以了，跟印象中有落差呢，但还是别说出口吧。跟我想象中的神明不太一样，还是不要说出来比较好。身份太过崇高，吓到你们了吗？那么你们的名字是，还有为什么来这里呢？他叫实业，他是，怎么没有讲名字？这孩子是蔷薇，我们是遇到黑影时才遇到的。是的，我叫蔷薇，实业跟蔷薇是吧？能够保有名字和样貌到老夫这儿，是一件很稀有的事。刚刚是蔷薇不敢讲话呢，还是他忘记自己的名字啊？这里就是你们所说的。此岸与彼岸的交界之处，对此岸留有太多执念的人，就会达到这座小镇。但是在这期间，大多数的人都会忘却自己的名字跟模样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我们遇到的人之中，有像影子的人，但也有保持人的样貌的。那些人有天也会忘记的，毕竟那才是死者该有的样貌。舍弃对此岸的执着，或是忘记他们，这样才能前去彼岸。我的工作就是让那些家伙不要回头，也不要擅自前往彼岸，老实的待着，然后时不时指引像你们这样在生死之间徘徊并误闯此地的人。但是我们只在等公车而已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什么都没有遇到才对。所谓介于生死之间，就是还没有真正死亡的意思，对吧？没错，并不需要绝望，在肉体死亡前，时间还绰绰有余，老夫会告诉你们回去的路的。他人还蛮好的啊，我以为会达到什么条件。真的吗？拜托了，
我真的想快点回到奶奶那边。那么，你们要如何报答老夫呢？是你们那个门没有锁好，让我们进来的。现在却我要报答你们，要报答你是什么意思？报答？老夫很喜欢金银财宝，如何呢？当然，银饰珠宝也是可以，只要是华丽的东西都很不错呢。稍等一下，你是要钱吗？老夫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？得到与劳动成果等值的报偿有什么不对呢？您是神明吧？应该帮我们才对啊！你们这些家伙，把神明当成便利商店还是什么的，搞错了吧？如果认为神明就该分毫不取的替人类做事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带钱。他也还没拿到薪水，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的。就算把它藏起来，老夫也知道你们身上带着非常有价值的东西，对吧？被人类视为珍宝、充满回忆的东西，远比金钱有价值。你放在怀里的东西，就用那个作为交换吧。你说怎么样呢，蔷薇？哦，就是那个奶奶留给他的那个蝴蝶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是奶奶的东西。哦，不行啊，实验呢？我也办不到，这是重要的人借给我的。那就麻烦了。通常这时候呢，一般人都会答应的。哼好多什么？让他们等候了。他要先把孩子们哄睡。好。他先赋予给他们新的形态。好恐怖，到底是好的还坏的？让他们变成蝴蝶，变成蝴蝶了。好了，然后那棵树是你们的休息之地了。在那里，你们将会把一切遗忘，并渐渐进入沉睡。如果无法回到此岸，也跨不进彼岸，那至少在这里安息吧。有人大喊不要。谁？你说不要？不，因为睡着的时候应该要唱摇篮曲，不是吗？妈妈不是都会唱摇篮曲给我们听吗？这些小孩子怎么回事？老夫献上一曲。虚空大人是男生，才不是妈妈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帮他会不会？本神明都要唱歌了，好可怕，睡不着了。我不要这么可怕的人唱歌，我想温柔的。如果这个时候善于交际的人应该可以换一些。我吗？对，我想听大姐姐唱歌。不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摇篮曲，我不会唱歌的。蔷薇。蔷薇唱完摇篮曲之后，你们就会乖乖睡觉吗？好，会乖乖睡觉是吧？他说告诉你们，所以 OK， 好，那我们来唱吧。蔷薇，你就试试看吧。我也会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帮助你的。